称赞威武，狼魂在京城出现。善雄派人传来口信，属下即刻入城查清楚实际的情形。如果真是他的，去找包拯提出申冤诉状的就应该不会是其他人。王爷，我会尽力设法找到他，王爷身边已经加派了卫士，可以确保安全。我就不相信他这刻敢来入城呢，上面将双双接回王府，本王如今反而更加担心他的安全。是，好，快点去啦。你肯定是他？十八年没见，实在好难讲。但是他的眼神和他断了的右手，不妨自从他当年失踪之后，我就一直提心吊胆，就是怕他突然出现找我来算账。再加上包拯又重提当年的事。是，你说是狼魂做的，我就要更加小心。小心行事一定没错。师父，你怎么来的？不是说可以让我一个人入城玩的吗？为什么阿爹要你来找我？不是王爷要我来的，我是来找善龙谈些事。既然来了，等一阵我们一起回去。那要晚点才行。做什么？你还没玩够？我想去开封府看看。郡主去开封府做什么？有个叫艾虎的人，你们认不认识？小侠艾虎？是，就是他。我跟他做了朋友，他请我去玩，我从来都没去过官府，所以想去看看。放心啦，他都是个女子啊。小侠艾虎是个女子？听说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郡主，虎牙是办公室的地方，有什么好看啊？没什么就不要去啊。善雄，我爹都不会管我那么多，你管什么？郡主，善雄，双双说得没错，他想去什么地方还没轮到你去管。都是师父说你，我走了。为什么你让他去啊？你知道狼魂在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，不过我已经派人到处打听。那有没有人去开封府啊？开封府门禁森严，而且虎牙的人口风都守得很密的。如果是艾虎的朋友呢？那就不同了。你是想借郡主去打听？至少俾他去走动走动，到时候想办法从他口中打听下狼魂是不是在开封府。虎牙入面和外面真的很不同啊！今天总算是令我大开眼界。可惜就不可以进去公堂看看，那里是包大人审案的地方，听说都不知道集过多少人啊。杀贪官会来看百姓出气，想起都觉得痛快。艾虎，我们今天真的不可以去看看？不行，公孙先生说那里是象征朝廷权力的地方，连包大人他们进去都要抱着庄严的态度，怎可以让你们随便进去参观呢？如果是我们帮包大人破了大案呢？这样的话要我们上公堂作证，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去了。宝林，你真的这么喜欢查案啊？喜欢又有什么用啊？开封府根本就不需要我。谁说不需要呢？
你刚刚咪帮我哋破咗朱丽落毒嘅案咯。真嘅，宝林真系帮你哋破咗案啊？嗯。诶，都系嗰段日子有意思。啊、快讲俾我听啊！要我讲嘅就太自我吹嘘啦。艾宝，你帮我讲啊。吓？哎呀，呢件事太复杂啦。简单嚟讲咧，宝林乔装打扮，深入虎穴，喺千钧一发嘅紧要关头，救咗八王爷。八王爷？系啊，就系八王爷咯。八王爷即系当今皇上嘅八王叔，我当然知道啦，就系我嘅八王伯啊嘛。咩话？咩话？我一直唔想透露我嘅身份，不过你哋系我嘅好朋友，我就冇必要向你哋隐瞒。皇上嘅十一皇叔康王爷就系我阿爹。康王爷嘅女儿赵霜，正是佢入城游玩，与艾府宝林萍水相逢，彼此投缘而成为朋友。本府正为康王爷当年奉旨查办嘅旧案而烦心。呢位赵霜姑娘嘅突然出现，真系十分巧合啊！大人，艾府与赵霜巧遇，虽然与此案完全无关，但系艾府为此事正苦恼不已。哦，为何苦恼啊？佢系担心一旦查出康王爷涉案，对赵霜会难以交代。呢两者之间根本无关噶，但系艾府唔系咁认为。两位就尽量劝下佢啦。系系。公孙先生啊，你教下我点做咯？你根本咩都唔使做。展大哥，你讲得轻松。如果赵霜是你的朋友呢？你的朋友咪即系我哋嘅朋友？我哋都认为你根本唔需要为佢操心太多。如果当年系佢阿爹陷害邓玲啦？艾父，目前并未有人存有呢个怀疑。万一真系啦？万一真系嘅话，都唔会牵连到赵霜身上。但系佢一定会因为呢一件事而恨我，永远唔愿意同我做朋友噶。艾父，为尚未发生的事去担心，此乃杞人忧天。倘若真系发生的话，唯有怪康王爷自己，又岂可怪你？唉，我唯有希望呢一宗案件同佢阿爹无关咯。哦，你同佢哋成为咗朋友？一下子多咗两个朋友，真系好高兴。以后我入城一定会找他们。他们知不知道你的身份？师父，你不让我对外人透露身份是为了担心我的安全。艾府是开封府的人，根本不需要对他隐瞒身份。你说了？是啊。小事来，难得有朋友倾诉心底话是一件好事，说了就说了。出门搞到成身汗，爹，师父，我先回房间梳洗一下。去啦去啦。王爷，属下不应该俾佢去开封府。不行，去咗都冇所谓，俾佢哋知道双双系我女儿，那又如何呢？王爷，包大人正在追查当年嘅旧案。万一佢将郡主同邓玲嘅女儿婷婷联想起嚟，斌鹏，你敢再讲落去？属下不敢。本王讲过唔准任何人睇双双身世，事隔十八年，你竟然再敢提起？属下该死，属下绝不再犯。仲唔快啲离开？系。婷婷乖，快起身，快起身！哎呀，
太好了，本王终于有你这个女儿了。王爷，你对婷婷特别痛爱，收她为义女，恭喜你。若不是严抗例写得，本王怎能得偿所愿呢？本王应该要好好多谢你们。王爷，你收了婷婷做义女，以后我们就一家人了，你这样说太过见外了。再说啊，婷婷是认你为义父，又不是真的割给王爷，我们又怎会不舍得呢？大夫这句说话就别有用意了，应该不是担心本王真的将婷婷带走不还回给你们吧？王爷你见笑了。唉，真的奇怪了，本王与婷婷一见投缘，她又特别爱黏着本王。贤弟啊，相信是前生注定，本王要同她结成父女之缘。王爷，婷婷能够得到王爷的垂爱，是她前世修福积的德。王爷，你真的太偏心了。哦，大夫为何要说本王偏心？婷婷是妹妹，秋儿是姐姐。王爷，你收了婷婷做义女，就不怕秋儿呷醋吗？大夫是想本王将秋儿都收为义女。王爷，你千万不要当真啊！我们怎能够将自己的孩子都交到王爷身上呢？王爷，绝经是怕回京待产的时候，我疏于照顾秋儿。令哥，你整日忙住招呼江湖上的朋友，我怎可以放心将孩子交给你呢？哎，这样了，等大夫回京待产，本王就将秋儿和婷婷一起带走，要你们永远都见不到他们。王爷，这不可以，就算婷婷拜你为义父，但你都不能够将她从我们身边带走的。咁就你虽然多咗个郡主，但我哋就少咗个女儿啦。你又嚟揾我做咩啊？系风叔叫我嚟请云叔搬去佢哋度住。要我搬去？风叔话大家可以随时研究对付赵德刚嘅方法。不需要来回奔波。风叔那边够住的，云叔可以搬去。我是担心包大人派人来找我。云叔还在等包大人消息。唉，都算是个希望。如果在我的计策实行之前能够还你一些清白，我哋都冇理由唔接受啊！当然，还到阿爹清白最好。但系云叔答应过我，唔会再漫无结果咁等落去。我并冇忘记，我已经想好计策嘅细节。咁仲等乜嘢？为乜事仲唔按照计策进行？呢个计策要成功，必须先做一件事，将包大人捉嚟。有咩可能办到？开封府嘅守卫不比王府松懈，展超嘅武功应该仲高过不平。云叔，呢个计策会行得通咩？所以我哋必须等待时机。苏凤、苏岩两兄弟精通江湖上各种诡诈伎俩，我哋唔需要同展超硬碰，只要等到包大人独处嘅机会，我哋就可以捉佢。公孙先生几时入嚟噶？哦，刚刚入嚟，殿大人正在苦思，不敢惊扰。若在苦思，只怕都难解本府心中之疑。大人系为
邓宁一案而伤神。此案看似单纯，却就因为如此，反而令人难以侦破。的确如此，若为冤案，无论是否先皇下旨查办，康王爷都难脱失策之过。然而当年康王爷若然系冇能力，岂能承担枢密院副使之职？面对关乎朝廷安危嘅通敌谋反之罪，又岂会失策？不过谋反传言出自康王爷之口，谋反名册又出自康王爷之手。万一佢全心无憾，偏偏佢与邓宁情同手足，实在想唔出无憾嘅理由。若说此案不冤，但郎云嘅言语之间，亦并唔似系假。唉，本府办案多年，当属此案最难判断啦。以往大人若然遇到难解之谜，都会借大相国至禅房静思冥想，往往因此豁然开朗。如今大人为何不仍旧采用此法呢？只恐怕静思冥想亦未必有效。大人何妨一试？师父。哦，你有事找我？上上，艾府带你去开封府参观过啲咩地方？师父，你仲系怪我唔应该透露身份啊？唔系，正如你讲嘅一样，喺开封府面对艾府，确实并冇安全嘅顾虑。师父冇怪我就好，艾府几乎带我行遍整个府衙，净系公堂同包大人住嘅地方冇去睇过。咁你有冇见过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、失去咗一只右手嘅人？冇啊。你肯定？师傅，我真系冇见过。你讲嘅嗰个人系？哦，佢系我一个老朋友，听讲佢喺开封府，我随口问下啫，冇咩。哦，咁我可唔可以再去呀？王爷都冇意见，当然可以。多谢师傅，咁我翻房先啦。嗯。我哋喺府中都搜过晒，邓宁嘅家人、亲戚同心腹全部捉晒，一个都冇留。咁就可以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啦。好嘅。呢个丫头点解仲未解决？婷婷系王爷嘅儿女，王爷唔舍得杀佢。咁样唔系几好噶，清点尸首会少咗个孩子。去揾个替死鬼交到差咪得咯。嚟，交俾我。你，叔叔，王爷打算点样处置佢？将佢带翻去当郡主养大。病人打算于此地住几耐？未决定。或者一兩日，或者三五日。只顧為呢段期間，不妨查探一件事。大人請吩咐。嗰本江湖人名冊之中，除咗亡故者之外，其他人嘅下落，或者對我哋會有所幫助。我回府衙之後，馬上去辦。只顧為可以翻去。大人真係唔使展超，留喺寺中保護安全。用不着，本府嚟過多次。都只有王朝馬鞍陪同，以往從來未出過問題，展護衛又何必擔心？咁展超告退。王朝馬鞍在。
除了送斋饭之外，切勿打扰本府。掩门。是。包大人去大相国寺做咩啊？静坐沉思。每当大人遇到想不通的案情，总喜欢去寺中静思。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寺庙啊？难道在这里就想不到事吗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行事上的习惯，乍看之下毫无道理，但是对自己却有不少帮助。诶，那我有什么习惯啊？你啊，嗯，喜欢问，而且永远都有问不完的问题。公孙先生，罗文求见大人。你没说大人不在府衙吗？有说，他说见公孙先生都得。公孙先生，你找包大人有什么事？我想知道包大人有没有查到什么，因为我一直没有收到府衙通知。大人正在追查，有消息会通知你。包大人究竟去了哪里？是不是去查这宗案？包大人去了大相国寺。阿父，包大人去寺庙做什么？难道在这个时候他还有心情上香拜佛？不是，包大人只是为了安静心灵，思考替侯爷申冤一案至过去，并不是将此事置诸脑后。龙云，包大人正在全心全意思考查明此案的有效办法，请你务必多加忍耐。嗯，回去吧。请跟我出府衙。公孙先生，你是不是责怪我不应该告诉他包大人去了大相国寺？嗯，你不应该说。那会不会对包大人有影响啊？应该不会。不过以后你要记住，府衙中的事若非必要，切勿轻易对外人讲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打听到狼云的下落未啊？打听到，我亲自证实过，他就在悦来客栈落脚，可惜。可惜他今日已搬出客栈，应该不会再回去。可恶。一步之差，否则我就可以除去这口眼中钉。现在应该可以确定，去开封府见包大人的就是他，相信未有结果他都应该不会离开。咁就立即再想办法查出佢身嘅落脚之处。我已经派人出去打听，如果佢仲喺京城，应该能够查到。郡主又去揾艾父。王爷并唔反对佢去开封府，我当然都冇办法阻拦。再讲，如果龙云去咗开封府，咁肯定会俾佢遇到。咁俾我哋自己去府衙打听，要隐密得多。诶，本来唔喺度，佢唔系住喺度嘅，又点会喺度咧？如果你事先通知一声，我都讲一次叫佢。诶，需唔需要我通知佢啊？唔需要啦，我都唔会留好耐。太晏出城就要摸黑，下次再揾佢。啊，我都话你住喺城外唔方便噶啦，我哋三个一齐见面嘅机会都少咗好多。诶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啊？今天我要回去，明天我跟我爹说声要入城在前庄住几天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日日见面了。嗯，那也是个好办法。
咁我约宝林听日出嚟啊。嗯。哦。云叔，岩叔。秋儿，嚟等好消息啊！乜嘢好消息啊？时机到，包大人离开虎牙，去咗大相国寺。即系话可以捉佢啦。唔急，仲要等一阵。云叔，仲要等咩啊？要等我大哥翻嚟啊！我同寺庙嘅和尚好熟，将一切事情都打听清楚。包大人喺禅房清修，只系带咗王朝马汉，冇带展超。你肯定佢冇去？肯定。而且我仲去过开封府门口打听过，有人亲眼见到佢翻咗去府衙。嗯，好，此乃千载难逢好机会，如今就睇你哋。而家就去帮包大人？而家未可以啊。要等到天黑之后才可以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用的是下三流的手段，不见得光。嗯，不急，就等今晚再动手。明日宝林与赵湘姑娘要嚟虎牙。嗯，我哋约好咗噶啦。公孙先生，冇问题啊，嗬，可以俾佢哋嚟啊，嗬。当然啦，只系唔入得公堂啫。我知道噶啦。咁可唔可以俾佢哋嚟你房啊？嚟我呢度做咩啊？我呢度嘅茶比唔上日香茶楼，又放满公文案卷，唔系几方便，都系唔好嚟啦。好啦。咁想饮茶嘅时候，我哋就出去饮啦。嗯。展大哥，你做乜唔讲嘢啊？展护卫谂紧乜嘢？我只系担心大人嘅安全。唉，冇事嘅。你成日话我太粗心，你咪又一样。有王朝马汉两位大哥跟住，会出咩事啫？希望系咁。浪云，系咩一回事？你话要将本府掳嚟？将包大人请嚟，实在情非得已，请唔好介意。绑架朝廷命官，论罪不轻，你为何要以身试法？包大人，可否回答我几个问题？哼，请问包大人，为侯爷申冤嘅事进行成点？你将本府掳走？就为了要问呢件事，当然唔系啦。不过包大人去大相国寺闭门苦思，想必系追查唔到能够翻案嘅证据啦。你又如何得知？
包大人话，当年唯一证明侯爷谋反嘅，只系一本唔知道由边度嚟嘅名册。事隔十八年，如何去查？然而本府却并未放弃。十八年嘅冤案，等同于十八年嘅煎熬折磨，恐怕无法等包大人追查。郎云，你已经忍耐十八年，如今为何不能再忍？忍唔到嘅唔系我，而系另有其人。秋儿，包大人，姑娘又是何人？她是侯爷的女儿邓秋。估唔到安邦侯当年惨遭灭门，如今却尚有后人仍在人间。包大人，苍天留下我呢条命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为我爹报仇。邓姑娘，本府正在追查此案，然而却不可能一触即成。我明白，不过我已经不可以再等下去。然而你哋将本府掳嚟又有何用？岂不是反而会耽误本府追查？包大人真系认为能够查得出？你此话何解？我原本同意云叔循正规途径替阿爹申冤报仇，只但系赵德刚当年诬陷阿爹嘅阴谋，就掩饰到连包大人你都查唔出，所以逼到我哋只好亲自出手替天行道，杀佢报仇。你哋将本府掳走嘅目的如此有关，赵德刚有不鹏喺身边保护，我哋必须借助展超将不鹏铲除。你哋要用本府嘅性命威胁展护卫？冇错，为咗包大人嘅性命，我相信展超会选择牺牲不鹏嘅性命。错啦，展护卫绝不会受你哋所逼。包大人，我哋何不拭目以待？罗云，你包大人。你是个清官，我们不会加害于你。一旦替侯爷报仇之后，就会还包大人自由之身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最好静静留在这里，不要试图逃走，亦不要对外求救，否则只会逼到我非伤害包大人不可。大人仲未有动静啊？未有。大人，可以用斋饭啦。大人，请用斋饭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呢？都怪我哋冇好好咁保护大人。大人交代唔准惊扰佢，所以如今并非自责嘅时候，先调查是否有人发现大人嘅行踪再讲。大人俾人用迷香围堵之后，由窗外逃走，落手嘅应该系江湖人。嗯，公孙先生，展大人，守城嘅官兵。可有见过一个类似大人的人出城？并冇人发现，大人在昨晚半夜被掳走，寨内的僧人亦冇听到任何动静。大人失踪之事，暂时唔好对外透露，等我同展护卫言商对策之后再作决定。系。宝林同赵商嚟揾艾虎，暂时唔好俾佢知道，以免传扬出去。稍后我会同佢讲。系。赵大人。龙云又嚟咗，系咪叫佢翻去啊？
公孙先生认为如何？虎牙的运作都是维持正常比较好，请他去厅中见面。是。先生，你真的搬入嚟成日面主，只是暂时住两日，不是搬嚟啊。住两日都好啊，你阿爹肯同意已经很难得噶啦。你住喺梅田庄？系啊，如果你哋想去嘅，都可以去睇下。好。艾虎，你做咩唔出声啊？系咯，你几乎一句说话都冇讲，系唔系唔欢迎我入嚟城度住啊？点会呢？我高兴都嚟唔切啦。先生，你望紧乜嘢啊？嗰个人你识得噶？唔系。艾虎，嗰个人系边个？我唔知道喎，应该系嚟办公室啩。唔系嘅，张龙、赵夫两位大哥都唔会跟住佢啦。啊。两位的确够镇定，实在令人佩服。梁云，你咁讲咩意思？我嘅意思系话，如今包大人下落不明，两位都能够沉得住气。梁云，包大人喺大相国之，公孙先生，我嚟开封府并唔系巧合，系你老周大人。梁云，真系你做？当然是我，不是我岂会知道包大人下落不明？交大人出来，且慢，展亮，他老走大人还敢赤手空拳前来虎牙，一定有他原因。梁云，你就直说啦。乜鬼啊？南侠展超见识果然高人一等。废话少讲，你到底想点？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赵德光条命。大人正在想办法，我不等，我绝无伤害包大人的意思。不过你哋唔肯帮我达到目的，我就唔敢保证。如果要你命丧当场啊！我决定咁样做，就冇将性命当系一回事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唔会得一个人。我死咗，恐怕包大人永远都翻唔到嚟。如果包大人受到半点伤害，你都知道有咩结果啊？并唔需要行到呢个地步。讲。你要我怎做？将赵德刚捉嚟俾我？冇可能！要从康王府将佢夹硬带走，根本冇人做得到。系咁，你哋就需要想出其他办法。梁云，你咁系强人所难。公孙先生智慧过人，我相信你会想出办法。就算想得出办法，都需要时日。我俾三日你，呢三日。你哋要安排我住喺虎牙，等候结果。我唔会乱闯，不过你哋都唔可以限制我自由出入。浪云，展护卫，照佢个说话去做。云叔去咗开封府，你嘅人根本冇得选择。今次赵德刚一定系非死不可。你少少年纪。心中的仇恨怎会如此之深？包大人，我爹平白无故遭人诬陷而死。当年我得六岁，就开始过住孤苦飘零的日子。我背负杀父之仇、毁家之恨，我的仇恨又怎会不深？倘若你坚信你阿爹是无辜受冤，就该循国法之途，由本府查清此案，为佢伸冤。倘若查清真系冤枉咗佢，又点啊？包大人可以令佢死而复生，亦或系将当初冤枉佢嘅皇帝从灵寝中请出嚟，要佢负责。本府虽然并无起死回生之能，
但可以为你爹一生嘅清白昭雪。让世人得知，安邦侯邓宁忠心耿耿，绝非叛逆，让邓家子孙能够光明磊落咁昂首于人世之间。错，就算有咁嘅一日，都无济于事。邓家除咗我之外，已经冇其他人。我唯一嘅心愿就系要赵德康为我爹填命。然而你将一切罪过加诸于康王爷身上，又岂能算是公平？毕竟当年佢只系奉旨行事。唔系，佢系掌握朝廷江山嘅赵家人，佢不分是非真假就对我爹痛下毒手，就应该为赵家付出代价。邓姑娘，包大人，当我杀死赵德刚替我爹报仇之后，我哋一定会放你走。渗进了回忆，淋湿了我逞强的那份勇气。流星瞬间点亮碎裂的心，我不想看分明，又把伤心藏入阴影，因为发现坦白的人也有每个人都至少有